第一首歌，妈妈。喜欢是吧？我太喜欢了。接下来，我们看下一首 R&B All Night。哇、哦，我想起来了。现在舞有点像、哦，好美哦，好漂亮啊、哦，扭屁股，性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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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好听的一首歌，改编的也非常好。主角定是你了。好。接下来下一首歌，我怎么这么好看？这么好看，他两个不就是我吗？好看，非你莫属。记忆度，这个很有记忆点，而且好看的那种记忆点，非常活泼调皮的一首歌。别看动作简单，其实副歌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。这舞还蛮难的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首，有点甜。这么甜，这有点甜，挺甜的。我觉得这个设计的很好，每个人的 part 都很突出。这个也喜欢。看出来，有心人生已经非常心动了。都好喜欢，怎么办？都很喜欢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，《十面埋伏》二。哇，好快！有点中国风，你喜欢这种风格？扎到我。这首歌曲非常考验你们的基本功，非常多的律动。接下来最后一首。想见你，想见你，想见你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偶像剧的感觉，对，这就是 vocal 的，这就是主要给大 vocal 们的吧。给了。